方捕头此番前来有何贵干？后庙风采弄俗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如你跟我回方宅吧，至少家中还能吃上口热乎的饭菜。我爹当年救过你一命，住几天别院也不算占了方家便宜。当然方宅还是有几间客房的，只要你愿意住多久都没问题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们会叨扰方捕头。你门当然不会叨扰，欢迎还来不及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云归先谢过方捕头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吧。打扰了，谢谢。